钱啊，你订货要交50%啊。就是嘛，就定金嘛，50%没错啊。你订这么多货，我要安排货单啊，对不？我理解，就是说你现在问我要证书，我就不给。有，可以批给他吗？批货款啊，批货款。写印哦，搞写印啊。搞写印，像那天那样嘛。嗯，就是说给证明嘛，证明我们有了，你放心就行了。我们是肯定会有，没有不会做的。嗯。你明白吗？你证书不下来，这个盒子印不了。这个盒子啊。是。嗯，这个是通用的。这个是这个盒子是只有日本，哦不是韩国不能出，因为韩国这个标志不行。嗯。